的感情怀疑，将你当作是一生的伴侣。你可比大海，阮是亲像海中鱼，若无你，阮就会死。你将来也拢无对咱的将来打算，在你心目中，阮是算什么？一个七毫米，也是一蕊玫瑰，无需要的是等一边。在山内牵挂，你当作的手纸，到今嘛也是记变卦。声声句句对阮表示心内。好，我们来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依琳老师好。你这首歌呢，让我赞叹的是呢，不由你小可有较细腻啊，你小可有咧试着拿捏分寸了。那我听了你这首歌以后，我会非常的期待，如果我们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关如果一过的话。我很期待你，如果那时候哦，婷儿还在，你跟婷儿如果搁拼者，我感觉一定足好看诶。因为你们真的实力相当啊，你们的唱腔是不同的，歌路是不同的，可是却各有各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大气度。我觉得真的我很看好你，所以真的今天两位展现都非常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依琳呢？老师好。好。你知道这首歌啊，最重要就是重复的那一句，就是最后借我们你的良心何在？你前面要怎么唱都可以，但是你要记得最后这两句，你要让我们看到你是对这两句话的态度是什么？你反而这两句你是轻轻但把它收尾收掉，所以你隔壁这位啊，今天是给你弄那个台戏哦，你反而没有拿出任何武器，你反而让这个东西。就是好像简单的靠着技巧，你的一些音色就把它撑过去了，问题在这里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嗯，哇。